哎，我问你，为什么要跟我弟分手？哥，我也不想呀，关键是老板他智商不行呀。啊，你说什么？那你这样，你要不信的话，咱测一下行吗，哥？行，测一下就测一下，测就测呗，怕你。老板，我给你200，你给我500，明天呢，我再还给你100，行不？啊，不行，就是我亏200呢，你以为我傻呀？啊，也对哈，啊，那这样事儿，你呢借我2万，等明年2月31号的时候呢，我还你20万，这样行不？哎，这行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哥，你没想换新车吗？等明年2月31号的时候，他把钱给我了，一言为定啊。一言为定，怪不得人要跟你分手，谁呢？哥。不要换新车吗？明年2月31号啊！言为定，老板。不是，可是我今天就不是工作，我闲聊什么呢？啊？是啊，老板，你别费的房子被房东收，你这今天就要入户截图了。是啊。别说了，你们，我自己解决，桃子，别说了。你过来看看。嗯，王姨啊，啊，就是我郊区那个别墅，你给我收拾一下啊。这两天我要去住对。哎，好，好。老板，我。然后看一个吻，分不着距离。喂妈，啊，那个这两天我公司事儿太多了，我就不跟你住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放心吧，啊，哎好。老板，这不太咋的，这个别墅吧，离公司太远了。这样正好呢，上下班我来接着你。老板，你对我是不是有点太好了？老板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许真诚而坚固，心诚愿为你祝福。行吗？嗯，老板，走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你看。不是啊，马经理啊，你什么意思？干嘛呀你？不是，我听说你俩要单独去出去住，我不放心，我要去照顾你俩。那个，你让马阿姨把那一楼保姆间给我收拾一间出来，我俩在那住过去。不，你神经病！一天哪都有，不是咋了？不是我去照顾你俩。老板，你在这干啥呢？傻笑2小时了都。啊？底下有对情侣，就是亲嘴，一直亲。哎，不是老板，你这有点不地道了啊！人家亲个嘴，你在这盯人家看什么？对呀，你想亲嘴吗？我想亲呀，你认识他吗？认识。你不认识，人家女朋友能让我亲吗？你真能瞎说。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算不说我什么意思，你也应该知道我什么意思吧？啊？你不是。你不说你什么意思，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意思呀？那人家不让我亲，我有什么意思？不是我故意什么啦？我也觉得没意思，真是。算了，其实吧，平时跟你在一块的时候，我挺有意思。这样啊？那我前男友可比你有意思多了。不是。不是你咋，你真没意思，你这个人啊，什么意思？不是老板，你啥意思呀？呀，这帅哥身材不错呀，承让了啊！哎，站住！你干什么呢？你是新来的是吧？我跟你说啊，知不知道姐在公司的地位？你这样，你加上姐的微信，以后姐在公司罩着你。哎，行了，帅哥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在咱公司就是一小助理，我可是咱这种公司人事部老大，以后能不能录取，非得靠我。这样，你加姐的微信，姐以后在公司罩着你怎么样？蓉蓉，你讲不讲武德呀？是我要先加的，我先加的。我，那你这样，你让帅哥摘了口罩，他同意加谁就加谁。行，没关系。啊！
有人。老板，这加谁呀、啊？加你俩谁？老板怎么是你呀、啊？蓉蓉要加你微信。不是我，我不加。你不你俩不要罩着我吗？谁罩着我？他罩着你。这也行啊，在公司给你俩厉害完了。贝贝，我就说嘛，老板说的跟个猴一样，怎么可能是他呀？这。刘贝贝，到我办公室。老板，那你出差回来也不说一声。刘贝贝啊，你给我进来了。不是我干干嘛干嘛呀，老板。进去。我问你啊，你昨晚干嘛去了？我昨晚不是你让我招待李总唱歌去了吗？招待李总唱歌啊？你花了68000。干嘛花了？小费。花多少啊？这就2000。2万。20000。干嘛呀？你坐这。坐这儿。干嘛？看好了啊。哈？有人。你这么说的？看我。啊。是这么跳吗？是啊，是不是这么跳的？来吧，拿钱吧。拿什么钱？小费呀、啊！你昨晚怎么花出去的？今天我怎么给你挣回来？不，你等会儿，老板，那人家昨天也没揣你这么多，人家还有8块腹肌呢，你这。老板，我想值点钱。你值钱吗？我晚上想参加个同学聚会。同学聚会？嗯。这谁？男的女的？快去！你工作做完了吗？我做完了，老板。做完了。嗯。什么呀？做完回去走，加班去。不是，老板，我也不想去呀、啊。但是他们说谁的老板丑，谁就不用去、啊。什么？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谁的老板丑谁就不用去，他们就这么说的。你刚要多少钱？你给我500就行了。给你1000，快去。不是那个老板，要不然我不去了吧？还是？不行，必须去。那行吧，那我坐公交车去。等会儿。丢谁的脸吗？开我车去。不是老板，那你看我穿成这样。我开你车去，他们肯定说我车是租来的。我再给你拿1000啊，拿着钱去买几身好衣服去。要不然还是算了吧，老板太费钱了。赶紧的，赶紧去，快去啊，快走。好，那我走了，老板。贝贝啊，一会儿陈总过来，你陪我加班。啊，我今天晚上约闺蜜聚会了，哼，讨厌你。那行。那你去就去呗，有钱吗？钱够不够？给你转500，1000。你俩真行啊，一天的工作量，过了一个星期才完成，是吧？这个月奖金你俩一人够一半啊。哎，老板，你听我解释，是刘妹妹，我催了好几次了，催了好几天，她不给。马经理，你最后一天才跟我说的，我已经完成的很快了。你都赖你，你赖你，就是你。好了。你俩谁也活不了。老板，你这不公平对待，讨厌你。哼。你那份算马经理头上。这也差不多。啊，老板，你这是不公平对待。我讨厌你。讨厌我是吧？哎。滚下去。说吧，你为啥要搞大我肚子啊？跟我有关系吗？你现在什么态度啊？你就是不想承认，不想负责呗？不是，我承认什么呀？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！渣男，你这我怎么跟我父母交代呀？啊？你说话呀你！不是你让我说啥呀？啊？你一天吃6顿饭的主，你看看，那不是吃饭，整天就是在吃饭的路上，真的是。吃完了饭，
就吃零食，你看看吧。你让我说啥？别吃了，别吃，拿回去给同事分了去。那不行，那这都是我的。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？啊？这会儿不嫌自己肚子大了是吧？啊？不减肥了？减什么肥？嫌弃我了是吧？现在就嫌弃我了？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就是嫌弃我了，渣男。拿走。老板，下班了，我先走了啊。不是，等会儿吕贝贝。啊？干什么去啊？下班了呀。不是吕贝贝，你怎么一点眼力劲儿没有？你没看我和老板还在加班了吗？你们不仅走啊？可是马经理现在是下班的点儿了。哎，老板，我去哪？不是吕贝贝啊。我和老板都在加班，我跟你说，我是经理，我说不得走就不得走啊！你确定？我可是关系户啊，马经理啊！哼，你还是关系户，老板是你男朋友啊你！我不吃你这套啊！我跟你说，刘贝贝，你别。刘贝贝，收拾完了。我收拾完了，可是马经理他不让我走。马经理啊，我带着走，没有意见吗？没意见，没意见。我们下班了啊，先下班了。下班。赶紧把手里边的活忙完，下班。好。干什么呢你？赶紧把地扫了，顺便给我倒杯水。不是你，你是新来的吧？我不是，我老公可是人事经理，分分钟把你给开了。我呀，你又是什么东西？你要把谁开的呀？我就要把你俩给开了。吵什么？吵什么呢？你干什么？老公，他俩看我第一天上班欺负我。谁还给你欺负你？我收拾他。就他俩。老板，你什么时候来新公司了？这得亏我来了，我要不来的话，我都不知道你们两个这么厉害呢。啊，贝贝啊，嗯，明天你接替马经理的位置，嗯，你俩去财务，把工资结一下给人，赶紧走。你的眼睛里的笑，老板，你要的文件放那儿。嗯，好。哎，不是你干啥的呀？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你就往办公桌上坐啊？你不用管，老板，这个人我替你教训他就行了。一天不知道天高地厚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？哎妈呀，你跟我玩背景呢？不是你是大客户，你又能怎么样？你穿成这样式，你是出来谈客户的吗你？啊，我老板不吃你这一套啊！姨呀，别跟小姑娘一边去，还小屁孩一个，这还挺有个性的呢。不是什么老姨啊，老板，那谁家老姨这么年轻？这大长腿小细腰，皮肤那都擦出水了，跟个姐姐似的，那也看不出来是老姨呀、啊。之前没跟你说过，我妈有姐妹六个，你都没见过。这女孩还挺有个性，心直口快的，走，我带你俩吃饭去。哼，什么老姨啊？看你胡子吹。以后再这样没人救得了你。你越相信爱永不会自己谁能摸清那些古老残疾。来走。老板知道了。干了。这是老板给我准备位置知道吧、啊、不是你。这是我昨天晚上连夜加班做的。马经理，你怎么了？到后面坐着去。我凭什么到后面坐呀？你凭什么到后面坐？你难道还跟老板坐一起吗你？你配吗你？走。行了，后面坐着去。听见没有？是，老板让你到后面坐着去。开会啊！行了，别闹了。我是让你去后面坐着去。开会，刘伟坤。好。Everybody wanna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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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,
I can breathe.